主料：土豆200克，削干300克，肉100克。辅料：油、盐、糖、老抽。准备时间：10分钟内。制作时间：10到20分钟。香干洗净切成块，土豆洗净去皮切成块，肉洗净切成块。锅中放油，倒入切成小块的肉，煸炒肉变色，倒入料酒，炒好的肉盛出备用。锅中放油，放入切成块的土豆煸炒一分钟，放入切成块的香干一起煸炒一分钟，倒入炒好的肉，加入适量的老抽，翻炒均匀，放入适量的水，加入盐、味精、糖，翻炒均匀，剁到土豆和肉成熟即可出锅装盘。烹饪技巧：要多炖一会，土豆炖面了才好吃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，别忘了按赞哦。